会演员不仅是拳脚功夫了得，更大秀好身材，女生展现撩人魅技，男生则露出了冰块腹肌，让人眼睛是大吃冰淇淋。演员们在台上一字排开，男演员们毫不吝啬大秀肌肉，结实胸肌和腹肌超养眼，现场更直接来真的上演男女对打戏码。男主角刘书鸿在剧中饰演警察，和黑道老大罗平在记者会上直接对呛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当警察吗？我就是为了要抓你。酒店妈妈桑镇雅大秀撩人魅技，让罗平心痒痒。我今天看到你就放心了，因为我的心已经在你这边了。演员们为了演这出戏吃尽苦头，杨雅竹拍的苦练都不知道。打斗的部分没有他们几位这么协调。刘书鸿更是压力大到被当成躁郁症，王上飞爱打也对耐打，甚至一度被打到脑震荡。新剧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社会案件，融入灵异、悬疑以及刑事办案等元素，紧张刺激又香艳。记者陈轩、白王威德台北报道。